喺周刊同你睇天气，先跟进下两岸天气。中央气象台今朝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，今年第十八号热带气旋山台儿今日中午在台湾高雄市小港区登陆，而港口录得持续风速每小时153公里，阵风达到每小时227公里，打破那个站的历史纪录。受到山台儿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，东海、台湾海峡、巴士海峡、南海东北部和台湾持续风力达到7至8级，并且有暴雨至大暴雨。随着山台儿逐渐减弱，明天的天气将会好转。而至夜晚的7点半，本港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和干燥，初时部分时间多云，听朝天气稍凉，市区的最低气温大约是22度，新界再低1-2度，日间的最高气温大约是29度，吹和缓的偏北风，初时离岸的风势间中清劲，海有涌浪。星期六大致是天晴，日间干燥，日夜温差比较大，下个星期初会有几阵骤雨，短暂时间有阳光。天气讲到这里了，拜拜。